瘀症排出去的末端都可以用啊。好了，这是一个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讲讲痴呆，这个我们就快一点讲啊，因为我们有20个，我刚讲了一个，我们以后就快一点，就同相同的我就不重复了，我们讲的快一点，因为我们还要看看那个片子啊。痴呆，我们说什么是痴呆？痴呆在老人病，在现代医学说它就是脑萎缩。你看我们 X 光片啊，一看哇，这个脑子，他照 MRI 或 CT 以后再一看又不一样了，更详细了，大脑有的空这么多啊，很空，说明什么？脑子块整个萎缩了啊。这原因不明啊，原因很多，化学污染、遗传基因啊特别多，很多啊不一样的啊，就有人吃什么铝啊，经常用那个铝锅炒菜，铝锅啊炒以后呢经常吃这种铝炒的饭，炒的菜，它已经致癌，破坏了脑神经细胞，哎，等等等等，污染很多很多原因，当然还有什么别的化学，有的在化学工厂，排的废气，有的是做实验啊，有的是挨着是某某某的这个实验室出来的那个药水，都太多了，原因太多了啊，这个就是引起这种啊脑功能退化。啊，痴呆症这太多了啊，所以呢，从中医讲，我们说这个窍病啊，这个整个窍啊，这个没有这么啊，像冲天的这么好啊，这窍啊没有这么好，所以说我们就它什么呢？中医叫痰瘀闭阻了啊，脑髓消减，所以出现什么笨傻啊这种感啊，所以就是说脑功能低下。实际就是一种脑功能退化这种表现。所以我们说呢，这个病就在孙思邈唐代里头啊就有啊一本书叫华佗神医秘传，里面就说了叫痴呆这个病，实际的病就在心和肝胆啊。那么在实史秘录里也说，治痰即治痴呆也，就是它属于一种痰瘀啊，中医讲痰瘀。所以呢，中医有几种治，你想想看，什么管着脑子？肾啊，是肾管脑，肾主脑啊，生髓啊，其华，所以呢，肾开窍。你看头发白了，是不是肾气虚了？你看是不是肾气虚了啊？所以说，如果再有耳鸣，滋小小那种鸣，这也是肾虚的。因为肾开窍热了，对吧？所以这是一个，还当然还有一个肝啊胆的胆鸣，哦，好响的人的胆鸣啊，这种小细的，这就是一个肾虚。哎，所以你看这个髓海不足啊，髓海不足，脑髓不足了，原来是充填的很满的，现在萎缩了，所以它叫髓海不足，是吧？肾精亏虚了，所以叫我们怎么治啊？就是补肾益髓。填精养神，你不给他补肾，他怎么髓能上来，对吧？所以中医方法是这样的。然后呢，气血亏的也可以造成不足，也可以萎缩，叫益气养血，安神养心。那么痰浊蒙蔽的，我们说中医这个就痰湿啊，有一个痰浊，它蒙蔽，闭窍，窍闭了，所以呢，化湿啊，然后呢，健脾化浊。然后呢，瘀痰开窍啊，把这祸痰开窍，把这痰呢，祸痰给它把痰排出去啊，这个是挺重要的一个方法。咱们窍开了，他脑子就聪明了。你窍闭了，他怎么聪明？对吧？淤血内阻的叫活血化瘀啊，也是通过开窍。然后心肝火旺的啊，像这种人呢啊，你叫给他清热性安定治啊就好了。这是蛮重要的一个方法。老人痴呆我们怎么治？我们说一就是在头脑的啊，我们说正中间啊，在头的正中间这个地方做一个什么呢？你可以啊，我是常用的啊，这儿上心这开始，上心这一穴
然后再上一次秦桧，再上一个，再上一个，哎，一样0.5啊，或者我也0.7、0.8都可以，哎，每个0.7、0.8就来一个，学位五个，然后这边第二排靠0.5寸，四再靠零点五寸，三再靠0.2，再靠0.1，这边是4321，等于是中间共用一个五，一边4321，这叫形成什么？菱形，就是属于这种什么大面积的治疗，提升、提高脑能量的一个方法，这样就 cover 面积比较大，啊，效果是比较好啊。这是一种。第二种呢，就是在颞区。颞区这是管什么呢？哎，老年痴呆症，在这里的老年痴呆，海马区，你看看。老人痴呆以后他就脑萎缩了，所以必然的在海马区也会萎缩，所以你就在这里就扎一个什么，一个是正近的5431，或者是少的话怕针的话就扎321也行啊，因为像小孩我们现在这些自闭症小孩就扎321都可以，第一排3，第二排2，第三排1，这也可以。还有一种方法可以招一个大金倒金字塔，5 4 3 2 1啊，这是一个像小孩我们这样5 4 3 1，这自闭症这样的。那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个痴呆症，痴呆症呢你可以扎正进塔5 4 3 2 1，或者是扎3 2 1就可以，在颞区就可以。为什么颞区就是海马区？因为什么？健忘，对不对？健忘就是什么？萎缩啊！海马区萎缩，你一定要用什么？一定要用海马区的治疗。海马区就专门治疗老人痴呆症啊！你在头顶上刚才讲了，哎，做这个菱形针，再加侧面啊，这俩一扎，正面加侧面，还有这个侧面。是不是把全部的脑袋都给 cover 住了？因为你病人躺着吧，你不可能扎到头后边，不可能扎到，除非他坐着，坐又怕晕针，那么大岁数来的一般都是老人痴呆，那么大岁数都会晕针的，所以你不能躺着，所以一定要吃饱了以后躺着，你他一般都坐着，你就不要给扎，那么大岁数都晕针的不好，哎，所以给他啊躺平着，躺平你扎不了，除非你要是不扎这些地方。你让他侧躺啊，侧躺的话呢，你可以扎到小脑新区、小脑半球区啊，这些地方可以扎到，哎，侧躺的，啊，那你可以扎到头顶，也可以扎到一侧的海马区，啊，颞区就是，啊，这都可以。你要想扎双侧的话，那你必须得要啊正躺，不然你这么压着怎么扎？颞区压着，躺侧躺压着，所以，啊，现在所以。我们现在病人一般一就是正躺，戴口罩嘛，正躺或者是侧躺，啊，你不可能让他趴着，对不对？趴的话就没气儿了，啊，所以现在这个像老人痴呆症，大部分都是年龄比较大的，年龄比较大的话，你给他再趴着那不得了，很危险啊，所以还是有的病人要进门要摘口罩，哎呀，大夫我没气儿了，喘不过气儿了，我们可不可以摘掉口罩？啊，病人要摘口罩，呵呵，你说你不让他摘，对吧？当然没气儿了，他们都戴着双层口罩来，有 N95 厚厚的就来了。你当然还有有人是戴着薄的 N95， 有人就戴着厚的。那你我们说 N95 最长时间是30分钟，30分钟要拿起来，就进门之前，人要针灸之前，我说你先外头摘一摘，喘喘气儿，喘喘气儿以后戴上进来。那他有人这躺着，他说没气儿，憋得慌，我要摘。那你不能不摘，不摘你躺着你出危险怎么办？他说没气儿了，就这个我们现在也考虑这个问题，所以有的时候还得让他摘了，摘了我们就小心一点呗啊。你要问他打没打针啊，有没打疫苗，现在怎么办？嗯，现在以前没这个事儿啊，前几年都没这个事儿，现在有这个事儿发生了怎么办？你还得小心啊，别染上了，因为有的病人来，那有可要小心
扎针的时候也要小心，因为有新冠后遗症，他的病毒还在身体里头啊，他有脑雾，脑雾大家知道什么叫脑雾吧，他看见东西好像是都糊涂了啊，有脑雾也是这么扎，但是他是由于病毒侵犯到脑神经了造成的，所以我们扎头要小心啊，你要是诊断要清楚啊，不是说脑萎缩，他有时候有脑雾来，穴位都一样，但是这时候你要保护好自己，戴上个 N95， 戴上个面罩，哎，戴上个头套、手套才扎。因为什么？他新冠后遗症啊，他不是普通的病人，所以呢，你要小心啊，因为脑细胞已经破坏了，病毒还在脑子里头，病毒在脑里能不能消掉啊？很难的啊，就像肝炎一样，对不对？肝炎已经乙肝啊，到现在一直都消不掉，艾滋病那病毒也在身体内走不了。那就换了这个啊，这个现在这个病毒，所以也在脑子里头，它不去掉，它一直在，它只是没症状。你做检查，你在鼻腔里或者嗓里抽样，你能抽出来吗？它一直在脑子里头，怎么抽出来？抽不出来，你查不到，还在那儿呢。但是我们用针可以改善它症状，加强它修复的速度，加强修复能力，但是它病还在脑子里头。就像肝炎病人，你扎扎针灸，让他改善一下，不舒服，哎，别舒扎的舒服了还，但是他那个肝炎病毒还在那儿，就一样道理，是吧？一到抵抗力一弱的时候，又发了，又来了。很多新冠病人以后他头疼，为什么头疼？病毒在脑子里头，后遗症，所以你扎这个针就有效，可以治他的新冠后遗症，治他脑雾，治他头疼，但是你要保护好自己。啊，要注意的，因为你这时候要近距接触啊，近距接触他，万一他没戴口罩啊，他不戴口罩的话，你在你没保护好啊，他病毒跑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个危险的一个啊，这目前的状态啊，所以大家特殊啊特殊情况要小心一点啊。这是头部扎法，第二个呢，扎腹部可以扎四正位，刚才讲四正位，我们不重复了，四正位四个方向。第二个呢，四正位可以加正位，因为它是老年痴呆，可以加一个胆位啊，四正位加一个正位就行了。还有呢，也可以加上一个什么呢，穴位啊，或者是加一个坤位，就是四正位以上加这两个穴，就扎右上角、左上角。右上角是什么？巽，左上角是脾坤啊，加这两个也是可以。利胆健脾，还有呢，也可以呢加下边这两啊，下边这两是，这是艮位胃，这是前大肠啊，就是每一次呢，你可以挑着扎，这次扎四正位四个啊，上下左右就好了。或者下一次你哎，你根据病情，你也可以哎选上面俩，或选上面一个，哎，或者再下次来选上面下边俩，或者选下边一个，根据他的情况来决定。比如说这个人他的脾胃不好 ，OK。那脾胃不好，那我们可以加一个右上角健脾一下。哎，说这人大肠不好，便秘了 ，OK， 那就加下角。哎，他这个左下角的、这个、左下角这个大肠的，加这个。那你说哦，这个人是胃不舒服，好，那我就加个右下角，加这个就可以。根据情况，你有时候你可以加两个意思，四正位完了加俩，哎，这都可以。啊，或者是呢，整个脾胃消化系统都不好的，像这种人呢。那你可以直接扎什么？不用扎四正位了，哎，整个消化管就扎四一位，四个角就可以了。哎，下一回再来就扎四正位，这次呢就四个角四一位交替扎就行了，对不对？所以都灵活运用，不一定全用啊。你都扎的时候来个八卦针没有必要，因为病人扎太多他也受不了，老年人受不了，所以你就。在辅助，重点先扎辅助，头部呢挺好，但是他病人呢像老年，你扎太多针他也受不了，所以你少扎一点。也就是这边来个三角针，这边来个三角针，这边来个三角针，第一次少扎几针，慢慢慢慢的，哎，如果能够啊接受，你再逐渐逐渐扎。三角针完了来个四方针啊，这个来个四方针，上下左右四分钟。这边来个四方针，就像那什么四神宗一样，来个四方针，哎，这边也是来个四方针，行了，简单的来几个。所以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些方法
都是可以挑的用，简化用，根据每个病人情况来挑的用，不是全用。你看五行针，为什么五行针中度的，然后七行针重度，你像这种它都可以走来，也可以气力都很足，那你就可以扎个三针也行，不一定非得扎五行针，扎轻的没这么太多，不是那么厉害，扎三针也可以。如果气虚的，好，那就开始扎五针、啊、如果再虚的症比较重的，那你扎七行针，这个是加压调气针，一扎下去气就往上走了、啊、循环了，你到这边以后循环到头以后呢，到了左边这一扎它下降了，哎，到脚，然后呢再循环上去，循环上去以后到这边以后呢再加压，又上去到头了，再到手再加压往下走，这好像一个水塔一样，自来水的水塔啊，它是加压的吹气上下运行，五行针是动态。当然了，刚才讲五行针呢，这个是有静态，静态呢是治疗痛症，动态是治疗大循环啊，这种我们说布阵用啊，这俩不一样，好吧？这是一个，其他穴都一样了啊，我们就不讲了。你看什么有什么腿上啊，通肾呐、啊，通背啊，啊，我们一般都是膝盖以上了，我们不太用啊，行，大家知道就好，其他的穴位都。你这有开脾啊，有肾水啊，啊，木斗啊，劳宫啊，啊，那个是病人很痛的时候，就是说有各种痛症，或者是比如说他有癌症的时候，配合加一些好。像那个老人痴呆啊，他要不怕痛，你就可以扎一扎。有痛的人就别扎了啊，就是根据情况啊。好。再下一个，我们说讲讲这个瘀病，瘀病就是忧郁症了，啊，这是我们常见的啊，我们二十个处方，所以我们得抓紧时间说了啊，这也是一个很大病的一块。像这个病呢，是《内经》所说呢，讲了很多啊，我就啊就给大家介绍一段就好了，就是气闭塞而不行而造成的伤肝，这就是气逆啊，肝气不舒啊而造成的病。那么肝气郁结的，我们说要给他什么疏肝解郁，气郁又化火的，所以我们要泄肝啊，泄他的肝火。那气血都瘀滞的，那我们好给他活血化瘀了啊。痰气都郁结的，那我们给他化痰散结了。心亏虚的，我们要补心安神。心脾两虚的，那就好了，借脾养心了。肝肾阴虚的，那就补益肝肾了。心神霍乱。啊，你说肝脉打了汤了，说肝缓啊，肝肉缓解就是就可以了。就如果有这些症状，我们就可以用这些方法来调理。最常见的就是忧郁症，我们每个病人呢，就是啊，这个就在家里啊，现在大家都待了很久了，多多少少都会有忧郁症。有忧郁症怎么治？第一个用腹部啊，腹部什么呢？用四正位，就刚才讲四正位，再加上什么？加上穴位。为什么？穴位是肝，一样，肝胆相表里啊。加这个病，这是我常见的。第二个就是什么？头顶啊，头顶就是什么？大三角，忧郁区嘛，左侧就是忧郁区嘛，所以五四三二一大三角就可以了。刚才看过了，其他都一样。啊，为什么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就是三明穴加上三明穴还有三井穴就可以了，忧郁症就加这个。为什么很多忧郁症你看没有，忧郁症肝气郁结，以前有一个病人，我们有个病人他要去跳金门大桥，我们现在讲过，来通过啊，因为他一来连门都不能进，只能在我们诊所外头扎。他说：“你这我那屋其实挺高的。”他说：“你还不高。”我说：“你有多高？像天那么高。”我说：“像天那么高。”好，那你在医院里扎，把比天当房子就好了，在院扎。第一次扎下，第二次就可以进屋了。他不能躺下，坐只能坐着扎，他躺不了，他觉得你躺了好像又有压力了。你看，只能坐着扎，坐完扎以后在屋里走，
他走到院里去，啊，就到外面去了。然后以后，哎，就可以坐得住了，在屋里坐了，然后再在屋里走，哎，然后再扎扎呢，哎，就，因为你想想看，他不能躺了，他坐着还要走，你能扎这些腿上这些穴位吗？就不行了。就我们扎只能扎什么头啊，还扎前臂啊，还有上臂加什么五行针或者七星针。我那时候给他扎七星针，扎头扎七星针。肚子也不能扎了，为什么？你腹部怎么扎？他走来走去啊，一会儿从屋里走到外头，又从外头走屋里来回跑。开始的时候不能进来，后来就能进来了。你说你这灵活运用，那不是？哎，王医生说了，你要必须躺着，他躺不了怎么办啊？所以你就得让他走，这样他走有什么好处啊？排气，一走啊，他的气就排出来了，所以也有好处。哎，所以选择这个方子。这个方子完全就是一个啊，我们说的一个灵活运用，不是非得啊，你说这个方子就在这儿呢，我们都要这儿，不需要，不需要，根据情况自己选择，这是一个参考方啊，不是这个让你都用这个方，也不是每一次都扎，而是选择性交替应用，哈哈，对吧？所以不是完全用，大家把这个方子抄起来啊，照起来就好。下边都一样，我就不讲了。上面的就是，哎，轻症用十三针，中症五行针，重的非常严重，我们都上七针，啊，七针加腹部躺的话，再加个头，啊，其他都，哎，可以跳着用。你像我现在那个，刚才很多穴位疼的穴，手解穴啊，二角门，我就现在很少用，啊，就是这个都根据情况来这个差不多选择就好，啊，不一定。都选上去啊，所以这个忧郁症啊就是这么治法。自闭症，我们说说啊，自闭症，我们也叫孤独症，就是说，实际上就是神经系统失调导致的这些小孩啊，他的发育障碍，什么意思呢？社交功能、沟通能力和兴趣、行为模式都有一定的异常。像这些小孩他不跟人交流的，跟你眼睛不对眼睛，你看着一个人啊，你看着他，你看他眼睛，他不看你的，他更不看你，他跑去玩去，你跟他讲话他不对你，你跟你说什么啊，他不理你啊。另外呢，沟通能力都有问题啊，就是他的兴趣跟你不一样，他兴趣在那儿了，玩他的东西，他有兴趣他就跟你哎在那儿好好玩，他没兴趣更不理你啊，跟你不跟你互动的啊，缺少互动，所以呢目光啊。啊，交流都没有了，啊，像这种情况，表情也比较差，什么原因呢？一是基因控制，二环境因素，啊，比如有污染呐、啊，哎，各种原因，啊，有很多原因都造成这种情况。比如说有人呢，我们有一个病人自闭症，他说他妈妈在啊怀孕的时候洗头，啊，又染头发，啊，染头发染了用化学药染好多次，啊，这有可能啊。污染呢，这个原因很多，所以原理现在不明啊。有人说是打这个疫苗以后造成的，这有可能。所以大部分确定的是基因问题是有，绝对有，但是不是全部，不是每个人都有基因的，有的人有一部分，哎、啊，有基因确实有，但是那个不高啊，这比例不高。但是为什么没有基因家族他也有这个病？为什么？现在还不知道啊。但是大部分就是说。和谐啊，环境的因素、污染的因素，这些有很大的关系。比如说，打过疫苗了，你怀孕期打疫苗，那不都流产了吗？现在打疫苗，现在打COVID-19疫苗什么，这好多家公司都流产了，对不对？这都有关系。它会不会破坏脑细胞？当然会破坏脑细胞啊！你打疫苗以后，那小孩就那就产生这个症了，那你再生出来，可不是就这个病了吗？所以原因很多，它是一种。啊，造成的，大脑功能失调，啊，发育障碍，这地儿不长了，啊，它支配这个区它不长了，尤其是右侧右脑，为什么右脑？现在发现和右脑有很大的关系，啊，所以它就，啊，细胞不发育不活化，啊，支配这个区域，啊，你通过 MRI 显示。它的细胞没有活化，右侧
主要是右侧，左边还好，大部分都在右侧。所以我们扎针重点扎哪儿？自闭症重点扎右侧。这边你可以来个三二一，这边扎五四三二一，对，或者这边扎三角针，这边扎三二一。就怕针人，这边多扎一点，这边少扎一点。你不用说两边都对称，当然对称好。他怕针呢，小孩怕针。像我们有个病人小孩，他是一岁半诊断出来，在 Stanford 诊断的。一岁半来了，他说他不太讲话，所以去看，看完之后就来了，扎一次讲一个字。第二礼拜来了，扎两次，第二次了，哎，他讲俩字了。第三次，第三个礼拜来了，扎了第三次，他讲仨字。第四次来了，他俩字一块讲。他现在讲话讲得很好，可以上那个正常班的。但是他什么不好呢？沟通能力不行，就是说跟人家去讲话是没问题，说话怎么都能理解，就是这都还可以，挺好的。原来都不讲啊，现在都讲，现在也能看人，对吧？但是呢，沟通能力比较差，就是社交能力比较差啊，这方面啊，所以要加强。所以这个疫情之后它停了，它正好治一年。所以就是说自闭症治疗期限是多久？一年。它一百来一次啊，来一年。所以有的病人经常问你，大夫，我治病自闭症我要治多久啊？我治三五次行不行啊？治两三次可不可以？我说那是痛症啊，痛症你治两三次一两次可以了。你现在是自闭症啊，你说你要治个一两次那就别来了，对吧？然后没保险，没保险，那好，没保险，那你就得买个保险吧，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没办法，因为自闭症你这个是啊，你不能说啊，你就啊，就是我们就不好说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们啊还是要救他为主。另外呢，很重要的一点，自闭症。三年之内是叫黄金期，越小越好。一岁半，你看小孩弄完之后很快，扎一年，好得很。现在都基本上啊，就是 group 那个都正常的 group 去，蛮好的。所以不是不能再让他发育，一定要刺激他发育。他说我就今天上学了，让语言老师教他，叫训练他去，是。你可以训练，但你脑子没发育，你训练的话它也没有这么好。你扎完针在那开窍了，窍开了以后它就吸收力越高了，所以才能跟人家沟通，才能讲话。现在小孩呱呱不停的讲，但是呢他讲着讲，但是要沟通能力才行，所以要继续治才行啊，治到三岁才行。他治了一年半，一岁半治到两岁半，所以正好疫情来了就不敢来了，那么正非常厉害的时候。封城嘛，大家都好多都自动就不出了门了嘛，所以这都是个大问题啊。所以像这种小孩他不能跟人家分享快乐啊，缺少这种感情啊，像等等，他就喜欢自己一人在那看他自己的东西。现在那个小孩那有一个病人在这儿，他专门喜欢外星人啊，他天天看外星人，呵呵，天天给人看啊，飞船啊，天天看那个。视频你天天看这个哦，都不错。所以说很多人他缺乏什么接触啊，这种抚爱，这种触摸啊，缺少反应。你去摸一个小孩，听到他觉得你说的你很关心我啊，哎，他都能感觉到。那这种小孩他很少感觉到，也不会跟你对眼啊，很难理解你的感情啊。所以像牛顿啊，爱因斯坦，他是孤独症，但是他们智商很高 啊他又有某种超强能力啊，他又有很多的创造力在那儿，像这种小孩，对不对？比如说他语言沟通上就缺失了，发育迟缓啊，所以他很有一系列的啊这些问题啊，我们就不太详细讲。你看我们小孩怎么检查，翻手小孩就不能做，一会儿就乱了，你这就变成这样子，这就是诊断，诊断之一，协调了，这就是一个诊断，叫翻手指的检查啊，这就能检查出到底它有没有这个特点啊，这是其中检查之一啊，当然好多检查，这斯坦福能检查很多啊，这是其中一个。那么像这种自闭症者呢，
10%会有智者症候群，什么意思呢？他就也叫做什么呢？自闭学者，就某一方面特别强。以前有一个自闭的小孩，他来的比较晚，他4岁开始扎，哎，扎到了50多，也差不多断断续续扎，他不怎么经常来，然后有空呢就来一来，没空就不来，嗯，断断续续扎了1年多。哎，后来他现在上大学了，嗯，现在挺好。另外呢，他自己办了一个画展，在大厅里办画展，还有在音乐会自己开一个专场音乐会，啊，专门弹琴呐，啊，开音乐会。你想想看多厉害，这数学又考特别好啊，然后呢，考那时候什么 ICT 什么都哪个都特别棒，都很精很尖，最后呢跟他眼对眼都能对，也能对上，跟他妈也有沟通啊，都能够做到非常好，因为扎了1年多而已，因为他没保险，完全自费，哎，还坚持了这么长，你算不错了，但是大家知道一下就好了。这种小孩一定要从小扎，而且断断续续扎不好，所以最好是连续扎，啊，在越小越好，越小大脑长得齐全，就发育功能正常，接近正常，啊，然后呢，让他社交功能也正常，所以说这都有什么？这叫刚才我说这叫什么？这叫自闭学者，哎，他某一方面比你厉害，哎，有的人他就数字特别灵，数学特别好，顶呱呱，各种数学都会算。对，他就自己一人在那算，没事你去玩，他不玩，他在那天天算，这叫学者啊，他有这种特性啊，所以大家得了解一下啊。所以我们赶快抓紧时间了啊。好，下一个我们说他正型，正型有啊气虚血瘀的啊，还有呢肝经瘀热的，还有寒热同瘀的，肝肾亏虚的，心脾两虚的，还有阴虚火旺的，有这么多型啊。大家意思一下看啊，所以呢你看这是1岁到3岁，我们说它是一个黄金最重要的治疗期，不要超过这个期。我们说啊，刚才说很多窍嘛，那这个叫脑子有空窍啊，指什么脑髓和颅脑啊。所以针灸大成也讲了，手为诸阳之气，百脉之窍，百脉皆归于头，就说归于大，所以我们要治脑子啊，我们要把这个窍打开，哎，窍闭了吗？所以打开它，在什么治啊？1岁半到3岁之间赶快治。那你过这个期头不给也可以，但在小时候脑子在啊正在需要让它刺激的时候，你给它没刺激的效果差。现在你前一段疫情之前嘛，有一个大小孩高中生来的，是什么？也是自闭，那就差多了。啊，很多事都不太能理解，好多事就，啊，就没有这么好。现在我在群里不给大家发一个，前天还给大家发，那个是一个躁郁症加自闭症，他自闭症到现在还没检查出来，只检查出这个，啊，这个躁郁症，其实他有自闭症，他两个都有，他没查出来，我一看就知道他有自闭症这样。所以你又给他治躁郁症，又要给他治自闭症，按自闭症治就好了。但是他已经年龄很大了。但是呢不气馁啊，他们家人不气馁啊，啊，他也是要马上，这高中生也要马上上大学，所以现在有俩这个人，所以我们就觉得太晚了，不是不能治，还是可以治，但是太晚了。但你只要治他脑细胞就可以让他活跃起来，这个头针也可以治什么健忘的，不是光治这种什么老人痴呆啊自闭啊，治健忘。那我们有一个病人，他治什么呢？治疗牙啊，打完针以后都瘫痪，舌瘫痪，我就给治，也是扎头。一扎头以后，他说我健忘可不可以治？我可以治啊，顺便扎一扎，扎1年半，舌头好了，脑筋聪明的不得了。以前他先生老得提醒他这事那事，他现在他得提醒他先生，他这个老板嘛，总裁，哎，他提醒他是好多事是，因为他是当官的，当这个总裁的事太多，所以他就提醒他做这做那。就说他可以聪智，你们这讲四神聪就在这儿嘛，四神聪嘛，对吧？四神聪，所以呢，可以开窍，哎，可以通百脉，哎，所以这个是效果很好的啊。所以我们把他的诸阳之气提起来啊就好了。那右脑啊，我们说
右脑，大家看右脑是专门干嘛呢？给它作为想象空间、创造力的啊，在这儿这个区在这儿啊。我们说啊，语言区啊，语言区都在左脑啊，右脑就是关于这个想象力、创造力啊，就这样。你看这个人有没有很好的创造力？没有，好，你多扎扎右脑啊。头顶这个地方是管什么？就管这个，我们说设计，比如说跳舞。这哪个动作怎么跳不了，那你给这儿扎一扎，哎，他就跳得好了。你说打电脑，哇，老万给我压力很大，我想这个code想不出来，那好，你把头顶扎一扎，马上想。我们有个病人就是这样，很快就想好了，就回国去了，干嘛？休假两年，本来是啊三个月的事儿，他一个月就完成了。他原来根本想不起来，就是能不能完成，他想回家。然后呢他使劲打，打完之后，哎，我就给一边，当然他不是治这个病来，他是治手疼肩膀疼，所以我顺便给头扎一扎，给肩膀弄得好，然后呢头上顺便扎一扎，哎，他说想事想扣的，哎，很快三个月的事儿一个月做完了，那多好啊，这回国两个月等于是免费送他了。因为哎呀，你像他谁不想回家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就，但是你又做不出来，你怎么回去啊？所以提前两天完成啊，三十天提前两天，这二十八天就完成了。所以很好，这就是自闭症处方啊。中间菱形啊，刚才讲了中间菱形54321，然后呢右边54321，左边321啊，以右脑为主就好了。这是自闭症，现在理解了吧？所以自闭症我们叫什么？天线宝宝，也叫做外星小孩、外星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跟上面通着呢，他能知道上面的事儿，哎，人间的事儿，他就啊，就是还有好多事不能理解，他跟上面是可以沟通啊，就是啊，他这个心灵可以往上走，啊，所以我们要让他跟下边要结合啊，这样的话就一定要加强他活跃脑细胞啊才行。